你先撤开蛇阵，你先把经书给我。那你接好了，只要你今天交出九阴真经，小爷便可放你一条生路。那得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。 妖父，这本经书本来就是你偷来的，二十多年也该琢磨透了。不如你把它交给我，咱们俩化敌为友，既往不咎，岂不美哉？你先撤开蛇阵。你先把经书给我。那你接好了。妖父，今秋不知是罚酒。